有两位意图不轨的男士骑车到银行门口，鬼鬼祟祟的准备进入。两名歹徒趁着银行即将关门之际，骑乘摩托车持枪抢劫，并在得手现金后随即骑车逃逸。不过才刚上车就马上遭警方压制，而这一切全都是桃园分局所举办的防枪演练，整个过程也让一旁民众直呼超逼真。你像电影里面的，像真实一样，因为我也没看过真实的，但是就我刚刚要正好从对面要过来，很写实，就像真的一样啊。桃园分局为加强重要节日安全恢复工作，那确保新年假期时间治安平稳，今日结合华南银行北桃园分行实施金融机构的防枪演练。那本次的重要节日安全恢复工作的日期是2013年2月3日起至2月17日止。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为了有效遏止强盗、抢夺等重大刑案发生，并提升民众对于金融机构治安维护的关注，因此特别在年节前夕举办防枪演练，并结合时事加入防疫工作宣导，借此倡导全民共同防疫。因为年节将至，那当然就是在民众的金流的一个使用上会比较频率比较高，所以原则上我们在年节前都会办理相关的一个防抢宣导，加深民众的一些观念，那也是可以让民众如果有任何的提款需求、大量金流需要，都可以请警方一同配合来做一个协助一个互抄的动作。本次的演习的目的跟重点是让行员跟警方可以熟悉相关的防抢流程，然后加强共同打击犯罪的效果。而且因应最近的一个疫情严峻，所以我们特别加入了一个防疫工作宣导，倡导全民可以共同有个防疫的目标。农历春节即将到来，桃园分局透过在春节前夕举办逼真的防枪演练，不仅要确保春节假期治安平稳，同时也呼吁民众如果要提领大量现钞，可先行申请互钞，借此让民众安心提领款，平安过好年。记者王淑君团报道。